深渊正急流，穿越世界风景变幻如画的宝镜川峡谷，从丹波古国龟岗至京都名胜岚山，约16.5公里，2个小时的行程，即可零距离地触摸自然脉搏的渡船之旅。宝镜川游船就这样发出了寂静的邀请。游友们，你们好，神户杨二姐。原本以为我们这样的年纪，对漂流之类的项目怀近而远之之心态，后来了解到十分安全的集体乘船，绝无危险，这才决定尝试漂游宝镜川。宝镜川游船的船体，6排可容20个游客左右的小型平底船，3人1组的船夫摆渡着游船，在散布巨石和激流的河道中顺势而下，长长的竹竿巧妙地操控着船只的身影，也是一个观赏的亮点。在左岸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神社里著名的请田神社。船夫介绍，4年前由于台风的影响，把那个粗粗的树干吹折了一半，可它仍然在奋斗不息，顽强生长。我们这个点出发有3艘船，每位船上有3个船夫，各尽其职。船头的那位是掌蒿手，掌控着长杆，把杆插到河底或岩石上，调整船前行的方向。右边是划桨手，他划着木质的桨，就像是负责船的引擎。而船尾决定船的方向，则是掌舵手。3个人的气息互相配合着，让我们乘坐的小舟在狭窄的急流中顺利前行。望着湍急和狭窄的河道，乘客们都不免心情紧张，可船夫们却用幽默的方式介绍船只的操控方向，以及宝镜川漂游的历史，还有周边的景点，因此大家紧张的心情都逐渐缓和了下来，立刻被沿途的美景以及时不时通过的小火车和电车所吸引。游友们也随着我的视频观赏两岸那美不胜收的景观，正好有一辆小火车穿越红叶隧道往岚山行驶。我前面也发了2个乘小火车的视频，一个是白天的，一个是夜晚的，那个场景那种感受，美轮美奂，周身难忘。宝镜川上也有许多水鸟，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现在我给游友们出一个题目，你们看到的船只都是顺流而下，终点站是京都岚山的渡月桥，那么这些船只和船夫们是如何回到起点归港站的呢？视频的最后我再揭晓答案，看看大家猜对了吗？我们乘坐这艘船的第一个掌蒿手姓田中，他年轻帅气还很幽默，他还有一个拿手的绝活表演给我们看，请大家好好看咯。只见他把长长的撑蒿杆往江底一扔，撑蒿杆顺着水势浮上来，又回到了他的手中，是不是很帅很酷啊？微妙的操感，幽默的语言和精彩的表演，都让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岩石和岩石间狭窄的空间。可是到了湍急的地方，刚才还说着笑话的船夫们立马都会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就像京剧变脸一样，可是却让我们喜欢上了他们这种表情的落差和帅气。春天被缤纷如雪的樱花之香所吸引，夏天跳动的山峦荡漾着一丝清凉与韵，秋天漫山艳丽的红叶描绘出一幅紫锦彩绘，冬天凛冽的寂静环绕着一片青山绿水，在清流的水面上倒映出日本世纪如画的宝镜川。说起宝镜川游船的历史已有400年，一开始是在江户时代长庆11年，即1606年，京都有个富商叫角仓辽乙，
为了把丹波国的产物，就是木材和锌炭送到京都，而开发出来的水路运输，如今当铁路和汽车登场，运输方式已不走水路了，运输船就慢慢转变为现在享受四季分明、自然溪谷之美的观光游船，持续为宝津川编织着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船夫开始轮流掌舵，他们凭借着矫健的身影和熟练的姿势，从船尾替换到了船头，这也意味着宝津川已经行进了三分之一的历程。游船中会穿过JR鲁山阴本线的五座铁桥和小火车的一座铁桥，JR鲁列车的铁轨几乎是直行前进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五座铁桥呢？还可看到JR鲁通过铁桥的身影，这是因为河川弯曲迂回的原因。例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以防火的神明为著称的爱党山，开始以为是在左边，可一会儿却出现了在正前方，这就是因为宝津川像蛇一样的前行，使我们的方向感觉变得错乱了。我们现在很快要看到JR鲁的宝津峡车站了，它是设在狭窄的河谷中，因幅度有限，车站的月台就直接修筑在隧道与隧道之间的跨河桥梁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桥上车站。车站桥梁横跨着宝津川，这里也是京都市与龟冈市的世界交界处，因此宝津站横跨了两个城市。桥底峡谷幽深，水流湍急，上游的宝津川顺流而下，穿越 16.5 公里的三间峡谷，途经下游蓝山渡月桥景区，最后以京都鸭川汇合后流入大阪淀川。秋天的宝津峡满山间赤橙黄绿，各色重叠的彩铃与水面的倒影相映成趣，像一幅上了重彩的油画，美景尽收眼底。在月台上还看到了宝津川顺江游船从龟冈码头出发，途经两小时的水路上岸地点为蓝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吊桥是蓝山小火车的宝津峡车站，游客也可以从这里下车漫步登山，欣赏沿途的山川美景。这个车站最有名的就是山梨子家族的塑像，立在车站里面，非常引人注目。可惜我坐小火车的时候没把它拍上。这是网上下载的照片，与游友们分享。他们是日本民间传说的物种，原型为河，在日本动漫中经常出现，有些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浣熊和小熊猫。田中船夫对我们说，前面的山上有一条小龙在腾飞，游友们，你们觉得它是不是像条龙正准备腾云驾雾飞天而去呢？在游船的中间路段，有一个被青苔覆盖着的著称孙六岩的巨岩，这是前面说的富商把宝津川作为水路开发时到最后被当作险关的地方。在没有大型重型器具的时代，这个大石头是一位名叫孙六的岩石师傅把岩石击碎而成的，所以才因而取名。急流中虽然最后一击击破了岩石，但孙六却丢了性命，为了开辟水路而牺牲了性命的悲惨故事也因此而流传着。
我们在与船夫们的闲聊中也了解到，他们三人之间搭档多年，配合默契。年长的船夫撑船之力已经超过了20多年，但听说在这个行业里也还只能算是中等程度，不仅是操控船只，还要累积对河川形状和季节变化等知识与经验，经过了10年也才终于可以独当一面。对河川和河岸等大自然的修补和维修也是船夫们的重要工作。现在我们是在进入蓝山景点之前的游船小卖部，大家边补充能量边欣赏京都蓝山山川美景。你们看这是不是像一座大花园呢？经过2小时的漂流，我们终于到了风景优美的蓝山。这一路上的团团急流，撞击岩石，水墨飞舞，河水穿越崇山峻岭，一往无前，奔流而下。经过1000多年的洗礼，一直支撑着京都的水域文化。每一滴水珠，每一片水域都与京都息息相关。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京都龟冈宝津川漂流。最后我们每一个人上船的时候，把腰间系的漂浮带还给船夫。我们也到达了目的地，著名景点京都蓝山。这满山的红叶，碧绿的清水，飞行的水鸟，都让我们心情无比激动和兴奋。这2小时的漂泊好像一眨眼也就过去了。游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刺激，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愉悦呢？我们要跟船夫依依不舍地说再见了，感谢他们一路的陪伴，感谢他们一路的辛劳，穿过急流险滩，将我们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乘船费用是4100日元，人民币为230元。你们觉得划算吗？值得吗？好了，欢迎大家留言，我们要上岸了。现在我把前面的答案告诉你们，所有的船只都是用汽车运回龟冈起点站，船夫们都乘基亚鲁回龟冈，回程只用10几分钟。你们答对了吗？今天的视频就与游友们分享到这里，感谢你们的观看和陪伴，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